我们应该跟这些所有的 KOL 们一起在这边共荣共生。真的，世界就是需要有这样子多元的声音，多元的色彩。之前当我问起说，哎，你这是要干嘛的时候，其实那种感觉是想把身边的家人跟朋友，或者是我们爱的人拉在一起。透过社群跟音乐，继续发挥我们的影响力，带给大家更多正能量。有时候那个舞台真的是要我们自己去亲手打造。有时候我们会觉得自己不被理解，说不定我们只是还没有经过时间的淬炼。希望大家都可以变成200年后的油盐奶油，希望大家发光。